为十方诸佛了悟十界，了是明了，悟是就悟。十法界十如是等法，他全都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，二乘正觉。那么皆是悟本心之所具，亦是悟众生之所迷。迷悟虽殊啊，其体不二。佛知道佛，悟了；佛知道众生，众生迷了。众生怎么迷的，他知道。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回归到觉悟，他也知道。只要众生肯听话，肯接受他的方法，依照他的方法去做，很快就觉悟。那众生为什么这么难？众生就头一个，他怀疑。他不能相信，他不能接受，这就难。或者是接受了，相信了，不彻底。牵肠挂肚的事情很多，想放放不下，这个麻烦了。这个里面，佛没有一样不知道。众生跟佛的关系虽然迷悟不同，体是一个，都是一个心，一个心变现出来的。故华严经云：“为佛与佛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”这是佛无差别。到成佛了，对于一切法的真相，完全明了。不是说这尊佛明了多一点，那一尊佛明了少一点，没有，平等的。你不问他的时候，他不知道；你问他的时候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不问他的时候，他心在定中；问他的时候，是定起作用。他什么都知道，他能现身，他能说法。你要问他，他起心动念没有呢？告诉你，他没有起心，没动念。这个妙啊，这个不可思议。没有起心动念能现象，对，真心没有起心动念，现了整个宇宙，现了一切万法。换一换迷，真心不迷。什么时候迷呢？起心动念就迷了。起心动念叫阿赖耶。从真心里面跑出来一个妄心，这个妄心就是迷。你要是不注意，妄心就代替了真心，这可麻烦了，那就搞六道，搞十法界了，想出来不容易了。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怎样才能回归到自信呢？要转八识成四智。要把它扭转过来，就是转迷为悟，问题解决了。迷是虚妄的，悟是真的。返妄归真呐，破迷开悟啊，这问题解决了。
啊，迷是自己迷的，悟还得自己觉悟，别人没办法帮助你觉悟。啊，别人可以把觉悟的方法教给你，你要真干，你才会觉悟。方法教给你了，自己不干，还是悟不了。啊，所以佛也没有能力帮助我们开悟，一定要自己修。啊，可是虽然不能帮助我，西洋啊，它帮助我们一个很大的忙，那是什么？阿弥陀佛。啊，他建立一个极乐世界，就是帮我们最大的忙。我们不要破迷，带着迷可以到极乐世界去，到极乐世界再破迷开悟。这个办法妙极了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开悟的。啊，到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不放下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需要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所有一切你所需要的东西，它是心想事成。啊，我想要饮食，饮食自然就在面前，不要了，不要就没有了。你对这个还要操心吗？不要操心了。我想要居住的房子，房子现成了，就在面前，那你就住进去了。不要了，不要就没有了，干干净净，痕迹都找不到。啊，我要衣服，衣服在身上了。啊，不必要储存呐。想什么就有什么，心想事成。啊，不想就没有了。啊，哪有这个世间这么麻烦？啊，所以人的贪嗔痴慢疑全断了。啊，没有一个人有贪心。啊，资源太丰富了，太多了。啊，你说你万贯家财累赘，多麻烦呐！啊，极乐世界人聪明，不找麻烦。啊，要的时候他就有，不要的时候就没有。不必要去保存啊，你就想到多自在啊，这么一个好地方啊，十方世界六道里头跟我们这情形差不多有这么一个肉身，这个肉身需要饮食，需要穿衣服，需要有房屋居住，啊，样样都很辛苦的才能得到，啊，得到又怕丢掉，患得患失，啊，这就叫烦恼啊。这就叫忧虑啊！啊，这些事在极乐世界完全没有。啊，身是法性身，永远不会生病，
永远不需要饮食，精神饱满。啊，什么用什么来养这个身体啊？用欢喜，欢喜能养身体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谓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，人要常常生活在欢喜里面呢，这个人不容易衰老。啊，如果这个人有忧虑、忧愁，他就很快就老了。啊，这个事情我们有经验。啊，我在台湾去的时候，一个人到台湾之后，啊，遇到了很多同学、老师。啊，抗战期间，这个同学，啊，大家组这个同学会，哦，我到了里面看到好多熟人，啊，多年轻的，欢欢喜喜啊。啊，以后我出家了，他们也很欢喜。啊，到五六十岁的时候退休了。没有退休的时候，生龙活虎啊！啊，工作的精神好啊！退休之后没事情做了，想想呢自己老了，啊，两年没见面，碰到了。我一看很惊讶，两年好像啊，老了20年的，怎么老得这么快呀？啊，这佛经上说的，忧虑啊，人的观念不一样了，工作的时候把年龄忘掉了，把老也忘掉了。一退休的时候就发现了，天天想到我老了，你看不能上班了，想老就老，老得好快，想病就病，病得好苦啊。老年人嘛，就想到会病嘛，啊，病就想死，他怎么会不死呢？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所以同学问，看到我都问了，这你们又老啊？是啊，我没有想老，我每天还在工作，啊，每天工作8个小时，读经4小时，讲经4小时，啊，工作很忙啊，没想老，他就不老了。啊，出家人怎么老的？也是年岁大了，听着想老啊，啊，跟我同年的人很多，都老了，我还没老，什么原因呢？他们天天想老，啊，天天想病，所以一生都是病。啊，我们天天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不老，阿弥陀佛也不生病。啊，想的不一样嘛，念头不相同嘛。啊，就能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学佛殊胜，学佛的好处就在眼前呐。他真干呐。啊，把佛教给我们的道理贯通。啊，教给我哪些该做的，哪些不该做的，不该做的全放下，该做的随缘，有缘就做，没缘别去找。啊，这随缘呢，随缘就自在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。
佛阿弥陀佛。